二位，是不是先跟在场的贵宾还有媒体朋友大家问声好呢？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庆，很高兴看到大家。Hello， 大家好，我是苏达，很高兴来参加这个盛会。讲到我小时候，真的是还蛮顽皮的，然后就是我其实对读书都不是很感兴趣，都常常都往外跑这样子，然后都当然有一次记得就是大学生会转到部落去办活动，这样子。大学生 对，就是暑假的时候会到乡这个部落来服务。那你是被服务的那个小朋友吗？是啊，那时候竟然是小学生，真的看到大学生到那边服务的时候还蛮开心的。然后有一个大姐都是送了一些礼物给我，然后到现在还蛮记得她。然后她送礼物，我觉得蛮关心，就是关心我们，然后觉得感到很温暖这样子。基本上跟我们泰雅族的是不一样啦。不过我可以在这里跟小朋友一起跳厨舞，我觉得真的很开心。那我也可以跟着他们的舞步，然后去学习他们的一个厨舞，我就心满意足了这样。对，他们真的是很可爱，但比起我小时候。我小时候是没有那么好的一个这个机会，但我希望说未来如果有更多的能力的话，也一样可以去帮助弱势的小朋友，然后帮他们一起圆梦这样子。紧张还好，因为其实本来不同的原住民不同的族别就有不同的舞蹈这样。对，然后很高兴拜有给我们这个机会，能够让我们来这边跟少族的小朋友学习厨舞。那我觉得刚刚在跳舞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其实感觉蛮好的，对对对对，其实就是终于可以脱离那个都市的生活步调，然后还可以跟小朋友一起跳原住民舞，原住民的舞，我觉得有种回归山林的感觉，这样。其实我国小的时候就是开始在练田径了，然后因为我下课之后想要去客服是没有那个机会了，然后我们的学校老师可能有时候人数不足，可能就是一个老师可能就带了两三个班级去教这样子。那下课之后都常常被体育老师抓去练田径，所以客服就比较没有那么多机会去上这样子。那我希望说这一次的金马奖，然后有入围的工作人员可以受到评审们的肯定，然后我希望说我们赛德克巴莱也能够有机会去参与这个奥斯卡这样子，然后希望大家都可以继续支持赛德克巴莱这样子。公布入围名单的时候有哭是不是？那个我当下的心情啦，其实那现在已经 OK 了啦，也没什么。但我希望是说以后如果我会重新把重心放在工作上，然后对那个加强自己的演技。那如果说有机会，会更努力这样子。请摄影大哥要把握机会，捕捉精彩的画面哦。